像是鸡眼，有美女照片是不是停留久一点？有范骑车那不是美女，可是我在讲太阳能发电的时候，各位是算是，如果是想进太阳能发电这个领域，而有机会来到这个，算是幸运的。现在全台湾是不是至少有十个人想了解太阳能发电，想学习太阳能发电？可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，我不可能发光，然后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，所以透过影片，他是不是可以了解我今天对你上课的内容，跟华伟讲话的内容？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机会，没有办法亲身体验了解的人，在全世界只要听得懂华伟的人，他都会知道台湾有个范吉在做太阳能发电。那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让你有机会来到这了。你是不是也曾经看过我的影片？有些人看到范扬奇讲话第一句他就把它关掉，没关系，他也知道范扬奇在做太阳发电，因为我的影片下面都会讲范扬奇太阳发电广告。因为有些人看到我范扬奇的你嘴脸，他就旁边那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。太阳能同业里面有些人觉得，那个范扬奇实在是，他讲的也不是都对的啊，就是很不要脸的一直讲一直讲，就像我们纪小姐一样，那范扬奇肯定就是不要脸的人，然后很自恋的一直讲。可是我讲的东西啊，很多人没听过嘞。如果我待会讲一个小故事，让你们知道，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，他该有多好。各位有没有买房子的经验？买房子了吗？还没买，有没有准备想买？如果你买房子，我让你只要你准备买多少钱的房子？500万的嘛，哈。那如果买房子之前，你要不要准备一笔自备款？那如果说你买500万的房子，你不小心你爸爸会乐透突然给你500万，你也可以用现金买房子，你会先买房子吗？那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中乐透这500万，先不要买房子，先买我们太阳能发电，我让你买房子，只要花100的钱，你想不想要？接下来就为你们做这个解答。如果买房子只要花1/2的钱，哇，那简直是太棒了！来看看怎么做到。假设我们想要买一栋房子是500万，现金买，千万不要动作，先买太阳能发电。你会获得的好处是，买房子只要花1/2的钱，先去拿这钱去买太阳能发电，先不要买。买好之后，每年不是有会赚50万台币吗？太阳能卖电在台湾，就是每年差不多1/10会回收，所以开始领这个钱之后，再回头买贷款买这500万的房子。那你会说没有啊，500万50万怎么买500万？你可以等2年啊，再隔1年之后又再进来50万。现在你手头上有多少钱？是不是100万？这个时候你再开始去进场买房子。如果买房子可以只要1/2的钱，你愿不愿意等2年？华伟愿不愿意等2年？可以接受啦。接下来你看哦，自备100万，贷款400万可不可以？买500万贷400万很正常吧？自备20%，贷款80%。请问一下，这400万的贷款会不会很烦恼，还不起钱？房贷400万压在身上，还不起怎么办？还好，因为他听了范扬奇的建议，先买太阳能。记不记得第3年会又回来一个多少钱？可不可以还他？拿去还房贷。第4年是不是来一个50万？可不可以还房贷？几年之后，我的50万可以把我400万房贷全部还清。再8年的时间，再加上我头2年凑了100万，大概10年到11年。为什么我讲11年？因为太阳能发电不是每年50万的，它可能慢慢的变少，慢慢变少。可能第11年，我跟你保证，它绝对帮你把房贷全部还清，全部还光。你老婆开不开心啊？超开心。房贷借的钱不是自己还我们帮你回归到你没有认识范扬奇，没有认识陈云敏，没有认识华伟，没有认识季彦欣之前，傻傻的突然中了一个500万的彩券，你就熊熊直接买房子，当然很棒了。可是你经过20年之后，你是不是只剩下这个房子值500万？那如果你先买太阳能呢？你在第
第十一年的时候，你已经拥有一栋房子，价值500万。我们讲说，然后你在第二十年的时候，跟他一样，在第二十年的时候，他只有500万的房子一栋，你会拥有什么？你会拥有500万的房子一栋之外，你还有9年可以领到50万，还有450万等着你领，好还是不好？想接受我的建议，先买太阳能，请举手。不管你有没有钱，假设你有钱，你可以接受我这方案的，还不错吧？超棒。可是如果你不认识在场企业新闻、华为或是渔民的话，你会不会先做这个动作？会。然后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为你带来任何的现金流好处？没有。哎，其实没有人知道你这房子到底是现金买还是贷款买，对不对？对。请问这个房子，如果说我现在在用，你知道我是现金买、贷款买吗？没有人知道的，所以这就是两兄弟的故事，一个先买房子，一个先买太阳能，结果是不一样。这个故事就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，利用太阳能发电来买房子，房子贷款由太阳能发电帮你缴。那太阳能发电是谁给你钱？台湾电力公司给你钱。请问台电倒不倒啊？不会倒。那未来20年会不会倒？如果台电不会倒，你要放心大胆的赌下去，也不是赌，我们是信心满满的，只是应该压下去。是。所以我鼓励各位好朋友们，只要你想买房子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先买太阳能发电，然后再买可以贷款20年的产品，例如说房子。买车子用太阳能发电可能来不及，因为你7年就要满金，5年就要满金，所以你会获得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利用太阳能发电买房子的好处就是。贷款不是你缴，我再讲清楚一点，贷款是台电帮你缴，贷款是能源局帮你缴，贷款是太阳能帮你缴。